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这边是位于过了大甲的通霄。那这一条呢，我们之前也有巡过拍过，就来这场玩一下吧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一台，因为我们一进来呢，发现这一台真的是摆得非常非常之满，摆到比爪子还高，所以爪子光拉就可以拉上面拉一波，加上台主的挡板非常的低，你看这里，基本上挡板只有1公分，它的障碍物也只有左右而已，所以基本上中间都可以穿过去。加上它的东西又很小，那台主上面非常多的夹送，你看这边有夹12啊、夹8，这边过去也都是夹送，所以我们就试试看吧，我们可以拼个夹8，先拉7秒、6秒、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，都没有拿一个出来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来，再来，7秒、6秒、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。哇，可以，应该可以拉个3次啊，后面就全部都用打的了。你看这边差不多了，2秒、1秒，出了，嘿嘿，至少出了一个。它是平台。对啊，那我们就不动了。怎么甩不起来？对啊，怎么甩不起来？我们刚刚只有拉过，但是没甩过。就比较甩幅确实是真的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抓个8就好。最低也是8了。好像有6的吧？我们刚刚看了一圈，最低门槛就是8，也没有4啊、2啊、6的这种数字。因为这台的甩幅是真的也是。就比较硬一点，但是它东西摆很满了。过不了。对啊，但是都卡住了。哇，起不来。对，它有开爪具，那个完全起不来。刚好吃到七星夹，溜了一下。有了夹耳，这边的东西，后面的东西要带一下。哎，前面是用那个香氛罐在打那个针掌。松了。哎呀，可惜。你看，不然后面真的是公仔，整个都是，包含到上面。你看，小时候都有，稀有的小时候。来，我们把这边也拉一下。重点是这边啊，这个角度我一直吃不到。下来，不然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这样子，我们就用这样子拉好了。因为刚刚是想说前面那个是1楼，想说能不能上去，但是其实有点小困难。嘿，它可以捏宝吗？它好像蛮重的。捏宝哦，可以试试看。我反倒很好奇，这只螺为什么边边角角都是银色的？自己贴的。好像甩幅不够呢，没办法到洞口上拖。哇，甩幅不够啊，松了，一直不断的原位，没进度啊。哇，我们这一波就凉凉了。想要夹吧，对啊，我原本想说它的东西非常的多，下来应该是很轻松夹吧，但是实际玩下来好像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甩幅的问题啦。你看今天甩幅带不太起来呢，玩的感觉就会差很多，非常的多。因为我甩不顺的话，我今天要带东西也带不顺。
松啊松啊，这一下又有松了。哎、欸，这总该有了吧？哇！哇塞！大的东西也不给我，小的东西也不给我，通通不给我。我看我们夹个三就好吧。真的是阴谋啊！拉出货就好了吧？拉哦，拉不到，吸不动。我再小玩一下，像我在打台都很希望，哎，至少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。啊？出来一个，那个可以夹得到吗？试试看。哎，然后下去了。对啊，插下去了，哇！哎，又甩不起来。哎呀，不然它爪力其实开很强，但是就。甩浮问题，嘿，哎，哇，脱不了，刚刚那边边角角啊，我们是夹四没错嘛，嗯，因为刚刚就突然，我们刚刚讲到一半，就是就会想要至少我们台主，比如说夹二是最低标，或是夹六是最低标，我都会。比较想要达到那一个门槛，打台都会想要这样子。啊，今天最低门槛是夹八，就会比较小尴尬。你看，哎，讲着讲着自己一直出，他是故意的。对呀，真的。当我一直内心很想要放弃的时候。然后机台一直给我希望，不然你一直默念我要放弃，我要放弃。对呀、啊，这只螺我想应该是很难带出来吧？你看它边边角角都是银色，应该会这么容易出来吗？应该是不太可能吧。我要反向思考。然后它就真的不出来。但是我打这台，我是没有打算指望到那些公仔，我只希望能够达标就好。轻啊，对，轻的都完全不行，然后那边又完全卡住，我们目前夹五，嗯，哎、欸，这是要脱螺，对，螺要出来了，哎、欸，走开啊，你这个小车，小车车走开啊。哎、欸，好像跟我想的差不多。来，懂出来一下，不夹它，帮我们挡个位就好。对，出来。哎呀，这只螺也不帮我撞一下。哇塞！这样嘞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。这样。后面先有个东西帮我挡一下，不然还是说我们再多花个几十元，这一只公仔要出来，这一只好，可以了，我觉得这个字要挡住你的画面，这个字啊，对啊，哎，有了，出了一个，来了，连续了。哦、oh, ，六七，没想到后面开始顺了，螺，弹一个，快点反向思考。对啊，这个螺应该是很难，要出来的几率应该是非常的渺茫。然后公仔呢，有可能抵得到它吗？应该也是很困难。嗯，哎、欸，这样讲其实也蛮累的。
人家就是说赶紧打台就打台，干嘛一直磨磨凉？碎碎念，碎碎念，念到他出货啊，就跟小孩不听话，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到他听话为止。他不是怕被你打，反而是怕被你念，因为念的那个真的是疲劳轰炸，很烦啊。我要夹那只锁龙，全包。是它有点大。那个 support 给我过来， support 过来。哎、欸，他直接拖哎、欸。刚刚那应该是窄边，再一次，来啊，最后一个，啊，再给我擦一下，擦了、欸，哎呀，我下去会不会出啊？有可能，但是这边再多花个十几二十块。把那只锁龙或者是谁拖下来，把那个四十五度角把它补满，补满，来了，哪里跑？那个宝，啊！哎，别闹，出啊！别闹了。角度不太好哎、欸。对啊。怎么回去啊？哎、欸，卡爪。嘿嘿嘿嘿，卡爪了吧？来吧。OK。哎、欸，过了。这样就好。好，我们要最后见好就收。嗯。竟然出了一个金正的螺。真是非常的意外，一开始都是真的没有想过我们会把公仔打出来，就没想到后面竟然出了。那这一台呢，我们就顺利夹巴，然后去命一下台主拿那个夹巴送，我们再去玩一下下一台。那这一台呢，我印象之前我们好像偶尔都蛮喜欢玩的，因为它可以铺一楼，然后它可以往洞口直接打二楼，这样打出货。但是我们今天来竟然发现这一台已经做一点改变了，它整个有点前里面，因为它已经有点斜坡了，哇，整个不一样了。都在里面。香吉士好像是哦，都在里面没出来过、啊。被谁救出来了？你说哪一个？哦，哇，他在里面超久。对啊，我是说被谁救出来了？对啊，谁这么厉害？那我可不可以把他救出货？可是你没有二楼。算了，我还是先把这边打一打。哎、欸，直接从二楼。直接越过，有办法吗？哎，我试试看，吸一下。哎，这，哇，就这么个去了，但他至少帮这个补位了。这个起来，放一个，弹一下，吸它。好。吸一下。哎、欸，象棋哎，要不要玩？家里有一个了。家里那个放到哪里去了、嗯？不知道。玩具好像抓不到它。对呀、啊，好像有点尴尬。它可以躺平吗？当一楼、啊。嗯。我只做这一台，我更有印象的就是那一个冰霸杯，这次来了还在那里。啊，你冰霸杯不要动啊！冰霸杯啊。啊、你就从那个后面越过、哦，直接抽后面了。重点是你象棋在这里啊，还抓不起来。我觉得象棋不如它靠吸形脚，把它丢进去。对啊，这样子，结果出货了。哇，这个能扶吗？全包，全包可以。欸、好，你在这里，好，好，安内。跑进去了，但没关系，我这个
都不来。对啊，尴尬。有了，不一定直接吸出货。有那个加特林挡住了，我转，那直接夹重点。对啊，直接越过来，但是那一个能够下去当一楼最好。哎、欸。哇，这个我夹一下，这一个，这个，哎、欸，直接夹公仔哦。直接下去夹公仔起来，当一楼爬出，来一个脚。哎呀，来了，这里可以吸吗？可以，这台有一个角度可以吸。它有一爪是软的、哦。对，有一爪是软，所以要啊，这一爪，这一爪很明显，它带回来的时候，这两爪是合的，这样子在那跳跳跳跳。送一个，来了，吸它一波。哎、欸。但是我怎么看到相机是哎、欸，相机是好像是不是可以过来一点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来了，好了，相机是都来都来，这样还要从里面挖呢、欸。算了算了，我直接补这一个好了，弹一个。好，先这样。嘿，哇，全包会外丢？全包哦。你刚不是有外丢？好像有。你看这台也放着放着。哎、欸、嘿嘿。如果它是这个角度在上面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吸了。还是我吸吸看。吸不到啦，但现在应该要是到这一个。哎呀，刚刚那一下，这角度。对啊。相机。太空了啦。哇，因为我们之前打这台几乎都是打二楼。人家打过了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个就难说喽。哇，你 看，心里面。嗯，它的那个斜的那个感觉太明显了。吸一下。哇，这角度，我要救你出来啊！哎、欸，提不起来。对啊。啊。啊。抢先射。啊？会不会太高了啊？不会不会，它这台可以。你看哦，你看这台完全可以。哎呦，哇！再来一次。哎，哎，嗯啊。我一下。还 OK 啦，外丢。你知道呢。吓到了吧，哈哈。那是个假象，
再上来。好。哇塞，你这个角度，那我要甩再过来一点。OK 吧，来这个我最后小试一下，这样子。嘿，嘿，这盒出不来啦。对啊，这个你看，我们这一台真的是要完全打二楼。这一下，一二。再一次，对啊，一二，中到了。好了，那个既然弹进去就算了，那我们再去玩下一台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玩一下这一台，这一台45度角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火龙，但是这边有一个障碍物。要包它一下，让它射去前面也好，去旁边。中了，放一个弹跳台。哎，对嘛，弹跳球就是应该要有弹跳的效果。来了来了，来呀、啊，这个小火龙加高追。哇，爪位不对。他没有晃过去，晃过去的话就带过来了。爪位来了，就是这个爪位。要出了，要出了。来呀、啊！还在撑。哎呀！哎呀，他不能躺哦，哇，他躺了会尴尬。因为这一台的爪力好像也很尴尬。哇，它整个沉进去嘞！哇，还是笔筒卡住它了。笔筒吗？也是有一点啊，但是应该不至于起不来。阿宁，中了。它有空间刺到它嘛？哦，加高。你看是不是？哦、来换人，换人，换人来打了啦！来这个来给你甩打。没办法。给你练一下甩打的手感。哦，还好它爪力不够强。吃起来。对啊，他刚刚好像整个想要吃起来。嘿，嘿，上次打过这个笔筒，非常的可爱，但是是要那个表情的啦。哦，这个一个后旁应该是整个拜拜哦。这样。哎，捏前段。哎，捏前段就有。后旁爪位，这个拼图不错哎，我问一下这个是拼图吧？家里很多拼图呢。没有，这个是小孩在玩的拼图，它只有48片，所以这个超简单。来往前弹一下，不求出货，往前弹一个。哇，都给我后旁，那我就后旁。六，再后一次。哎、欸，我拖一下这个。又是后旁，你看，又给我后旁。后旁就后旁。哇！把这起滑下去。哎、欸，往前倒。哇，派气啊！哎哎呦哦哦哦哦，哎哎哎哎哎，这样是不是比较好？对啊，哇，这个好一个修复，这样有了吧？有了吧？砰！成功！
但是我在想前面那个要不要打？那等一下，你看，来来来，你看、哦，你看，拿过来。对啊，再拿一下，他不就躺下来，然后再给他一个10块，拜拜。哎，这样刚好啊。哎、欸，那我那边是30000的行动电源呢。过来了吧？他怎么头重脚轻啊？对啊。嘿，好了，直接给他吃一个正旁就好。又来。再。全包，还吸够不是？卡爪怎么丢的啊？哎呀，没有再这样子的啦。OK， 弹跳，你看这台真的是整体不错玩。而且你看，又有金正，然后还有那个拼图，那个拼图是真的不错。小孩子玩那个拼图，有那个创意的空间，然后他可以去排列组合。而且那个又简单，48片而已。但是就先放在那里吧，我们改天再把它夹出来。那我们今天就夹这样子吧，我们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夹完了，今天我们总共夹这样子吧。地上还有满满一袋，满满一小袋，而且里面的商品非常之丰富，有芳香罐啊，有那个宝可梦的，有杯子，有象棋，有笔筒。反正这一袋里面应有尽有。然后我们一开始呢，就是去那一个是位于通宵那边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夹吧，也是非常的意外。原本到后面夹到一半的时候有点想放弃，结果后面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顺了，然后竟然还出了一个螺的金正宽盒。这一只在以前也算是中货，算是中稀有，没有到稀有，但是就偏少而已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后面呢，来到了隔天，来到这一场，我们打那个香吉士，终于把它救出来了。这一盒香吉士在里面存活真的是非常之久，在里面存活至少有将近半年以上。因为它为什么会那么好认呢？是因为它这个贴纸被撕掉了，所以我们每次来看到它就知道，哎，就是那盒香吉士。留在里面超久，今天好不容易终于把它救出来了。但实际那一台要玩呢，真的还是要打2楼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时机要打1楼，但是难度真的是比较偏高一点，因为下去有一爪会软，所以它带吸的那个力道没那么强。但打2楼它下爪很慢，就非常非常的顺，甩过去就可以吸。然后今天运气最好的就是这一盒无惨，我们那个时候香吉士一出完，这一盒无惨大约打在20-30块左右，那一下好像打上去，然后甩过去就一下吸一下就飞，直接出货。然后后面又小试一下那个 QP， 结果还是没办法，因为它在1楼。对，它在1楼，所以那一台真的打2楼是非常的简单。只是今天来呢，那一个台面真的有稍微做一点改变，有点情里面了。打2楼还不是问题，所以之后如果它又摆满的情况下，其实有点情里面好像也还是可以克服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抽这一盒无惨送给大家吧，因为这一盒是今天运气最好的20元出货。那我们就抽这盒鬼灭无惨抽奖送给大家。那这一盒的抽奖方法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，喜欢我的影片就掉了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